我跟梁军，比如说在一起，在音乐合作是大概五六年，所以我跟他非常熟悉的。然后，顾城他也是跟梁军见，在别的机会也见过，以后他们也是很好的朋友。然后那个新疆鼓手，他是也非常有感觉的，他的那个节奏的感觉很好。飞了，基本的世界音乐的开始在这里，因为我的这些朋友他们已经多年在北京做音乐，交往了很多人，但是他们自己知道他们必须要找一个新的风格，放不一样的东西在一起，比如说爵士、电子音乐、民族音乐、中国传统、印度传统。都必须要放在一起的，因为我们不是在地球上，我们是在宇宙，在宇宙我们都飞，无论是什么方向，是印度、中国、欧洲、美国。对中国的最深的印象是中国的传统，中国茶文化，放太极。哲学、道教，其实有非常厉害的东西在中国，就是从中国来的。因为我还是找最原来的东西，我相信也有。包括怎么说，有一些人真的代表这个以前的厉害，因为他自己有去在学习，所以我为这些人。原理来自这里，因为肯定也有很多东西我在这里可以新学，有好处。我在生活里，我希望我可以做一个世界人，不是一个国家人，我做一个国际人，宇宙地球人，宇宙人，所以我必须要来中国、亚洲、